成斌带来的《幸福年》。其实我们有看到他的简历里面哦，他是资深的国乐社指导老师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对不对？甜甜的这个乐声带来的非常好听的《幸福年》，再一次掌声，谢谢他。好，元宵灯花呢？其实我在看这首作品的曲艺的时候，才发现到说，原来咱咧破祖会天宫的元宵花灯哦，是因为这个。传说而来的，当时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哦。那因为他要就是邀请这个王德禄先生这位高官哦，在台湾当时的高官的兄嫂到北京去欣赏灯花，可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大了，没办法过去。那当时的皇帝就嘉庆那时候呢，就特许他们在家里。设置皇宫才能看得到的花灯，但是到后来呢，辗转就是到那个破祖的配天宫，所以听说到现在哦，流传这个御赐灯花这样子的一个讯息，我们只有在这个地方才看得到。我们元宵节的时候可以去看看，不过现在呢，先请大家来欣赏这首《元宵灯花》，再一次掌声，指挥郭哲成老师。Thank you.
这一次他们谢谢他们所带来的这个元宵灯花。好，我们可以在元宵节一直到妈祖生日的时候，听说就可以在这个破竹翠田宫跨蝶的御赐灯花哦，难得的这世界仅有的这个景象，我们一定要去看，而且农历过年快到了哦。好，那么最后压轴的作品呢是山村的节日，很有乡土气息的一首作品，热闹欢快。我们今天呢就用这首乐曲当做音乐会的这个 ending 哦。那么高雄市国乐团呢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，一台再相会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欢迎我们高雄市国乐团、附设市民国乐团以及指挥郭哲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。
热闹欢快的山春的节日。感谢大家热情的回应，就继续带来这个新年新气象的作品哦。农历新年快到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首曲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《金蛇狂舞》，掌声欢迎。
谢谢，我们高雄市国乐团附设市民国乐团喜气洋洋音乐会圆满成功。我们是不是邀请今天担任的协奏的团友们来到台前呢？二胡李湘锦、徐世飞，双笛徐子浩、柯凯元，还有陈俊南，大提琴侯文芳，扬琴罗素珍、苏云秀，手鼓黄庭威，以及板胡王成斌，再次掌声。还有指挥郭德成老师，谢谢我们喜气洋洋音乐会的圆满成功。那么高雄市国乐团附设市民国乐团呢，也期待跟大家再相会。那么农历新年快到了，在这边也感谢你今晚的莅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羊年行大运。